我以前会幻想自己至少要生两个吧，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留给他最大的财富就是他的兄弟姐妹，就是将来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有人有商有量。那很多女孩子都会有想过自己要生多少个孩子，然后几岁开始生嘛？那现在离自己当初的目标距离了多久？几岁开始生啊？这个我倒没有想过，然后我觉得还是会有机会的吧。